未使看见人发心，迄、那个发心是尊贵的，只有发心，迄、那个功德才能转到你迄个所在，迄、那个真实的功德，迄才叫做金刚不坏。是不是？如果咱若是安尼，咱更加爱团结着，团结起来才有力量。团结起来就是要甲真理弘扬伫世界各国。咱台湾今日做平安，就是因为咱有真心去修道呀。那么这个真心啊，弘扬世界，好不好？哦，一家人好不好？那是一家人，好不好？师兄，大家一起来，一家人啊，一家人。哦，一家人。